对，背叛战队，欺骗粉丝，竟然还想要自立门户，老板，这样的人渣，只配碎成渣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不用说，我都懂，你去把他处理掉，也不见为净。你知不知道叶秋是谁啊？叶秋不就是叶秋吗？叶秋还能是叶修啊？老蔡，看大神，不能只看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，还有着一颗更加光鲜的心。像我这样。居然污蔑老大，诋毁老大，我这样的人才应该被碎成渣。我能为大神做点什么呢？